先生啊，过年好。哦，过年好，恭喜发财。新，你是谁啊？在下姓张明轩。哦，张先生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哦，我路过此地，听到房里有哭泣之声，特来相安慰的。不知尊家是否遇到了什么难题，或者遇到了什么困难，也许在下能够出些绵薄之力。多谢张先生古道热茶。哎，如果不嫌弃我这寒舍，你就来坐一坐，喝点热茶吧。那好，先生请。张先生请。张先生请。好，请。我介绍一下，这是内人，这是小女。啊，你好。我叫张轩。哦，对，张先生，我去给你倒点茶。哎，还是我来吧，梁晨。哎，好，张先生，您请坐。请问先生尊姓大名啊？哦，墨学姓于，名都，字良成。看来于先生气宇不凡，必是读书人吧。哎呀，张先生真会说笑啊，我一个乡下人何谈什么气宇不凡呢？是啊，我是读过几年书，可我是一个穷秀才。哎，算了，不谈也罢。张先生，请用个热茶。哎呀，张先生，对不起啊，那人乃是一个古墓之人呐、啊。请用茶。我看得出来，是我来的唐突，还请不要见怪才是。哎、张先生，千万不要这么想啊。这女娃长得倒也清秀。这孩子身体，莫非有些？这孩子自打生下来就得了一个失心病，他把自己心关闭出来，不愿跟外面世界接触，不知道什么原因啊。哦，云层厚重，微降不下雨来。唉，都是命啊。命儿，跟娘回屋去。良辰啊，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先回房吧。好，你们早点歇息吧。啊，张先生，晚上安好。平安如意。明儿走，来。为什么不请个郎中给他们母女好好看看病呢？哎，不瞒你说呀，我们余家历来是家境贫寒，算了算了，还是不要说这些事了，以免再次伤感呢。恕在下冒昧，先生是否想过，是何原因？是天灾，还是人祸呢？这些年我确实反省过，大概是福德浅薄，哦，这是主因吧。先生既有此心，为何不能转运呢？改运？这几年我往来于经济，生意做得不算大，但是还是很顺利，到如今也是小有成果。这样吧，我这里有纹银30两，捐助于兄，帮助他们母女把病先治好。至于以后嘛，如果要是有成效，于兄，于先生，啊，于兄，哎呦，哎，这不可不可！哎呀，咱们俩萍水相逢，哎，这
这文印它不是小数目呀，不，我不能不劳而获呀。愿车马一裘与朋友共，想必先生读过吧。哦，这是古圣贤仙子路对孔夫子说的，可是一般人来说都是注重语气罢了。于先生认为倘若真能做到，有困难吗？啊，我想你也不会例外。还是收下吧。不不不不不不不，这先生如此大恩大德， 你让我怎么报答呀？好说，相逢何必曾相识，如今你有困难，满腔怨气，我愿助你一臂之力。这，哎呀，我余度一生悲苦潦倒，穷困至今，今日怎么连番奇遇呢？一者救我命，二者济我贫，不可思议的事儿怎么今天全遇上了呢？哎呀，至尊，真是至仁至善呐！于先生，快快请起。救人危难乃是本分，也是好事。于先生啊，坐下说话。哦哦，张先生请。我看于兄也是饱学之士，为何家境如此不堪，何不说来听听？唉，真是一言难尽啊。墨学一生行止效法圣贤，行善助人，不落人后，18岁即为诸生，每事必高等，与同养生11人皆闻苍舍惜字放生，皆因杀口过，行之有年，为千侯应师7颗皆不中，自反一生并无大过，生平读书积行，至今却功名不遂，妻子不全，衣食不济，生无子。衣食不济，生无子，四子夭折，其第三子甚聪秀，左足底有双痣，夫妇保之，8岁系于李中，随失去，不知所知，生4女，仅存其一。其以哭儿女故，两目皆盲。公潦倒中年，贫寒亦甚，惨应天罚。年40外，每随腊月中，自写皇书，倒于灶前，祈求上达。如是数年，均无回报。咦，这，尊家为何知道墨学心中所想，知道我家内之事啊？我还知道，你往年在灶神案前焚书，可惜的是，文内之意和你的心意、行为相差太远。这话怎么讲？我就说出你今年上呈之皇书吧。今值腊月岁末，特书皇书一纸，谨陈灶神上君，于回祥33天之上，祈求为小民于都成树，于一生为善，且努力向学，日夜不歇，于同生多人结社文昌，惜字放生，戒道戒饮，行之有年，感叹前后应试7颗皆不中，子女9人仅存1女，唯存18诸生后，
家运随即逆转坎坷曲折至今，祈求尊君臣达皇天，愿苍天垂怜，降甘霖与我等，转厄运为吉祥，但能得救。于是一家三口必感激不尽，叩首谢恩。贵人，你是不是灶王爷呀？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说说你的想法。公务私用，我所说的是事实否？啊？还有，规条中惜纸惜字一项，都做到了吗？写错的字、纸是如何处置的？说说你的想法。我的想法？你认为你这一生做人处事如何？这要墨学怎么说才好呢？你直说无妨。小明我自幼喜爱读书啊。既然为读书人嘛，唯一的出路就是功名啊。所谓学而优则仕啊，唯有取得功名以后呢，方能依靠俸禄养命。不幸考科无缘，贫困长期的相伴，如今一把年纪了，生命光度已经越来越暗淡了。可以说是前程不知何在，则一生并无重大缺失。爷，这门怎么开了？刚才我明明是关着的。张先生，我去关门啊。我刚才说哪儿了？你说吾有重大的缺失。哦，确实。小明也许是家境贫寒，为了追求富裕难免会出些过错啊。我真是说的堂皇轻松啊，四两拨千斤，推的是一干二净。小明不改啊。哎呀，灶神，请恕小明他并无恶意呀。看你上肢恐惧羞耻，告诉你吧，你这个人最大的罪就是抑恶。抑恶？恕小明不知是何意呀。你明白之后要切记呀，世人善恶一切唯心而造，你的心念太恶毒，这就是抑恶。启禀你是赵神老爷吧？我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知道自己是谁。起来讲话。这起来讲话。
小明将千般万般无奈呈报于你。你所有的事我了如指掌，这些个无奈就不用说了。可怜你还在糊里糊涂的过活，愚昧无知。你这个人除了抑恶，还专务虚名，满纸怨尤，未来受到的果报恐怕还不止这些吧。祈求允许弟子禀报，小明确实做到事行善事，割奉规条，久矣，迄今属虚名乎？望请指导。多说无益，还是自己看吧。你不要再提祭灶神了，我们供他供了多少时间了，可他给我们带来什么呀？啊！我不供他，我不跟他上皇叔了，可以了吧？哎呀，告诉你多少次啊，不要乱讲的，你看。老天爷啊，睁开你眼睛看看，你究竟让我死几个儿子你才罢手啊？我究竟做了什么缺德的事儿，你要怎么惩罚我？你说呀！舍中每月放生，并不是出于你自心的，别人提倡这样做，你就跟着做，人家不做，你不会自动去做，所以你心中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慈悲的念头，即使有，也没做到彻底，只是虚荣心罢了。做给人看的，你是否看过家里厨房有多少虾蟹之类，除了食用外随意糟蹋浪费，你滥捕滥杀各种族类早已到了残虐的地步。说到妄语、恶口、两舌呢，你仔细听着，你能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这方面你真不愧是第一等的。遇见无利可图又不合你意的，尖酸刻薄、讽刺于人，就是你的特长。见到有利于己的，极尽奉承之能事，而且用字遣词都非常巧妙，大家都能被你折服，因为你有才学，能言善道，强词夺理，事后还能做到心不虚气不喘。至于两舌，你的恶因就大了。还记得在府学进修时那个叫吴继忠的同学吗？他的辩证文采在你之上，你的嫉妒心是多么的强烈。你无中生有的向东厂厂尉告密，说他对朝廷不满，你要他如何放过你呢？这真是打心眼里的坏。不，他那是贬斥儒家。贬斥儒家是他个人在学术思想上与众人的分歧，罪不该死。你自己做错事，跟我走。不要借用谎言来安慰良心的不安。这因果轮回果然是事实啊。你过来，
坐下说话。往事可曾记起？感觉如何？哎，这童年生活确实太痛苦了，有些往事我恐怕都记不得了。不是你忘了，是你不认为那是错的。是不是我自幼生活在贫困人家，这为了温饱，多劫以来前尘往事你是记不得了，不怪你。为今世习气深重，吝啬无比，方至于此。过去迷失你可不知，现下解了必须醒悟。呵，快狠准都具备了。唉，习气使然，浑然不知啊。可知你这一生打死过多少蚊子、蚂蚁、苍蝇、蟑螂？因为你不爱惜小动物的生命，杀业太重，轻视生命，苦报乃是错综复杂，集结各种恶因，交织而成，故处处事与愿违。虽然一生中你偶尔也存行善之心，还存点良心，只可惜昙花一现，不能持续，往往在静下来时确实也知道自己有伤厚道。唉，看你在这一点的份上，今晚我才特来拜访。这样吧，我要你确实做件事，能做到吗？哦，弟子遵命。好，为了能让后世子孙吸取教训，在你的余年，不妨将一生的坎坷和遭遇以及忏悔的过程说出来，写出来，让你的后世子孙知道你对自己的恶行改过的方法。你是让弟子写出我的一生？你有文采，若用谦恭忏悔的心为之，破除障碍，智慧自然显现，就能知道自己错在何处了，定能影响千万人呐。余都真是何德何能，如此蒙福。你不要老是跪着，站起来讲话。是。你现在是否很恭敬我了？弟子我非常的恭敬。如果我不是神，是人，你也是一样或用恭敬之心吗？余都我对天发誓。要知道，唯有真诚改过，深信因果，破除无名之案，方能脱离苦海。行善修德可以改造命运，因此你要诉之于亲友，告诫子孙，写下这个故事。哦，可是小明，我怕福德浅薄，唯恐见证错误啊。你照实由头说起，不许添加枝节。哎，你取笔墨纸砚来，将来自有用处。弟子聆听教诲。
良辰。良辰，良辰，良辰啊，良辰，你醒醒，良辰。尊神。人呢？谁呀？尊神呢？谁是尊神啊？就是张先生。怎么了？谁是张先生？哎呀，就是昨天晚上到咱们家，哎，张轩先生，哎，就是赵神呢。他到咱们家还歇了一会儿，你都忘了？昨天晚上没有什么张轩先生，你叫我和敏儿去睡觉，你说你要看看书。这良辰啊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做噩梦了？哎呀，我不是做梦啊。哎，你记不记得在那儿你还给他倒过茶喝啊？哎，黑衣服。这黑衣服怎么没了？黑衣服你看着的。黑衣服？对，你看见的。我怎么能看得见呢？这大过年的你别吓唬我。这哦，元宝。哎，你看、啊、墨笔纸还有元。耶，元宝哪儿去了？于谦，你看，这就是咱们隔壁邻居给咱们送的赵王爷的画像。哎，他就是张轩先生。张轩先生啊，哎，他就是灶王爷。这灶王爷，他就是画上的这个。哎呀，跟你说不清了。哎呀，良辰，我知道你想钱想的殷切，倒不要让自己的心太苦了，慢慢来嘛。那个张先生。黑斗篷，啊！哎呀，那个，哎呀，哎，敏儿，来，敏儿，你还记得吗？昨天晚上到咱们家来那个张先生，那个黑斗篷，啊！黑斗篷，对，你看，敏儿她记得。他是给你拜年的，这是我教的。哦，新年好，你们母女俩新年好。大年初一，天气可真好啊！我记得就在这儿啊！恭喜发财，良辰啊！啊，你那是在做梦，别再想了啊！哎，好，不想了。嗯，是做梦呢。还是真的呀！哎呀，真要说做梦，怎么会这么真呢？意恶，意念太恶。哎呀，这是要遭报应的呀！才能改过自新呢。哎呀，这
30两银子呀，这倒是可惜了。嗨，不去想，本来也就不归我所有嘛。哎呀，梁晨啊，梁晨，你快过来看看这是什么？啊，梁晨，哎，你快过来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好，怎么了？梁晨，快点儿。啊。梁晨。哦，来了。梅娟，你怎么了？这是我在树边摸到的，你看。哎呀，这就是张先生昨天留下的包啊，是用来装银子用的呀。看来你昨天晚上不是在做梦。你看，还有一张纸。我看看写的什么。一静无染，君子有终，张璇。鱼肚一家三口，感谢苍天怜悯嘉聘，余都有幸蒙获教化指导，自今年大年初一开始，余都势必痛改前非，度时善心善行善事，时时忏悔，诚心自述，绝不推诿。弟子余都祈求加持，不一切为利益他人而行事。经过三昼夜反复思考思过，为人不知要从何处着手下笔，况且心思也无法平静。求您加持，助弟子恒心、毅力、智慧。这里是蜀中靠近西北边的青川县，我自幼即生长于此，三代以来都是佃农。我们家没有几亩地，生活困窘。从有记忆开始啊，就没有尝试过嬉戏无忧的童年生活。记得我8岁起就为镇上姓冯的富户放牛，帮助父亲挣些口粮度日。放牛是很辛苦的事儿，工作时间很长，尤其是蚊蝇特别多，经常给叮咬的全身是包，奇痒无比。于是就习以为常地想办法去弄死它们，这样在不自觉中真是造成了许许多多的杀业呀。有一天看见几个来自不同村里的书生各自在亲友的簇拥下渡河，
至今我都记得当时他们兴奋的情景。他们说，过了这条江左转，就是通往县城的官道了。这些书生里头，如果有人能够考科得中，从此就会飞黄腾达，光宗耀祖了。我不懂他们说的文言文，可是一直牢牢记住其中有个胖胖的书生，他拉高嗓门说，昔人云，倘若富贵不还乡，就如同锦衣夜行。当时我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后来我年岁长了，问及县城里许多读过书的人才知道，他是说，如果你离乡背井，经过努力奋斗而大富大贵了，却不知返回家乡炫耀一番，那岂不如同穿上华美的衣裳，在无人无灯的黑夜中里行走吗？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于亲民，止于至善，知止而后有定，定而后能静，静而后能安，安而后能虑，虑而后能得，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知所先后，则近道矣。古之欲明，明于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。欲修其身。哎，小王，滚！你起嘴干啥？给牛洗澡。哦，那你是不是特别羡慕他们？为什么？他们读书讲的话很难懂，都三个字、五个字或是七个字，一个字都不缺的说话，很是好听。哎，你这小子说的，是不是老子教的那个文言文，有三个字、有五个字、有七个字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像唱评戏一样好听啊！哎，给我们大家唱一下，好听好听。天地有正气，杂然复流行，下则为和月，上则为日星，愚人曰浩然，佩乎赛苍鸣，黄鹭当青怡，寒河楚明平，石穷竭乃见，一一垂丹青。够了吗？哎呦，太好了太好了。好了。哎，你看见没，这小孩厉害。后来那位赶牛车的大叔告诉我，读书有很多的好处，就看我有没有这个命了。还有一位念过书的老先生告诉我们大家，世上万般皆下品，思量唯有读书高，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眼如玉。最后他还说，我虽然是个穷小子，只要有志气，长大了就可以跟他们一样的富贵。人为了更聪明就要读书，我琢磨过，在窗户底下就可以读书了。从那个时候开始啊，我就放牛自己吃草，在窗户下找个位置，不能站，怕被夫子看见，只有蹲着好好的听课。诚实也，义者心之所发也，使其心之所发，与其以与善而无自起也。智推己也，知忧师也，推己吾知之师，欲其所知无不尽也。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治其知。治之在格物。这一句是什么意思啊？
歌至也。这位老夫子心好，他知道有个穷小子想学习，后来他就故意的也习惯地站在靠窗的地方讲课了。不论是真实或是在梦里相遇，能有幸见到张轩先生，怎么说都是非常难得的奇缘分啊。自从那一夜起，我就听从他扶助教化，很谨慎地撰写下自己的心路历程，为的是能够让更多的人读了之后引以为戒。躲在窗户下偷偷上学这档事维持了很久，只要我安静不吵别人，老夫子几乎已经习以为常了，不加以干涉。但是这世上确实没有永远平顺完美之事。一个叫冯炫的同学可以说是我一辈子的死对头。冯炫公子，这个押多少两？五两。冯炫公子押五两。三代都是他家的佃农，在等级森严的官宦子弟中，像我如此的卑微身份，又如何能与他们同享读书的权利呢？虽说是蹲于窗外，只要一有机会，冯玄必会捉弄我，看看他写的什么。直到有一天，冯玄是纨绔子弟，谁都不在乎，唯独有点含糊的是这名叫张廷耀的同学。他身高六尺，出生县城第一望族，其父为江浙副都指挥使，乃我朝名将戚继光部署。我们成了朋友，从那个时候那一刻开始，我的运气开始好转了。第一次有了所谓的靠山，也觉得有靠山可真好啊。因为这个缘分，我把自己知道的功课与他共同研究。廷耀是个厚道之人，见我是个牧童，午饭只能吃些杂粮，他就慷慨地将自己的饭菜分给我吃。于都，你可以上课了。谢谢你啊。